喂，大家好哦！哎呀，这一则影片呢，我是要利用一个很简短的篇幅呢，为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啊，这种密度泛函理论哦。因为这个各位在这门课呢，会用到很多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哈。那有需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密度和泛函理论计算的背后，它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啦？OK，那密度泛函理论计算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工具了哈，它已经不怎么特殊了哈。OK，而且它也拿了诺贝尔物理奖。那我们稍微，从头稍微从源头开始一点点讲啊，然后跟你讲为什么这个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 计算就简称 DFT，然后它为什么最后呢，它可以拿到诺贝尔，诶，是诺贝尔物理奖还是诺贝尔化学奖？我有点忘记了，诺贝尔化学吗？还是诺贝尔物理？好像是先不管它，反正那就拿诺贝尔物理，诶，那不能诺贝尔奖就对了，OK。哎，让各位了解一下为什么他可以拿奖哦。首先呢，这个呢，首先要提一个东西，叫做 time independent 的，跟时间无关的薛定谔方程式啊，跟时间无关的薛定谔方程式呢，可以简写成 h phi 等于 e phi 哈。这个 phi 呢，这个 phi 荧幕上这个 phi 呢是波函数的意思啊，波函数的意思啊。好的，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镭射笔。我看这镭射笔是不是能用哦？这边哦，OK，可以用。这个 phi 呢，f phi 的 e phi 是波函数的意思哈。OK，那 e 呢是能量呢，e 是 energy。OK，那这 h 呢就是这个，首先它叫做这个系统的 Hamiltonian 啦。OK，那各位可能会不知道什么叫 Hamiltonian。Hamiltonian 呢，如果你有上过我有一门那个量子化学的课的话呢，他就知道它这个它的 H 呢，就是叫做总能量的运算值哦。OK，total energy 的 operator 哦，就是说呢，在量子力学里面呢，这个有人可能没有上过那门课，那我也没办法。如果你有上过那门课，我有提过啊。其实，在古典力学里面的任何的可观测量都可以对应到一个，对，可以。对应到一个线性的运算值哈，operator 哈，OK。那什么叫做古典力学可观测量呢？就像是什么动能啊、位能啊，还有什么动量，OK。就是你以前学那个牛顿力学最常听到三个东西：动能、位能，对，还有动量，OK。那这些东西呢，在量子力学里面都可以对应到一个线性的运算值哈，OK，那因为这没办法，因为我说这则影片只是要快速的讲解什么叫做 DFT 哦。那如果这一趴的书你实在听不懂，那我真的没办法。这以前有上过课的应该知道了，OK。那如果你没上过课，那我就很抱歉了，那没办法了，OK。那门课通常都开在下学期啦，OK。好的，然后那个那 OK，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下一页呢，我们就看一下，就说。那你用如果这个为什么 DFT 它会让它拿到那个诺贝尔奖哈？因为呢，因为其实这个 h phi 等于 e phi 啊，这个没有错了。我们这个薛定谔方程式写 time dependent 的薛定谔方程式写起来好像是就是长成这样子哦。OK，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想上课，你们大概上课的时候呢，那个廖副理呢，好像跟你们提过啊，就是说呢，那一阵那一那，就是说呢，当这个薛定谔方程式一被薛定谔推导出来之后呢，那个大概同时间呢，有一个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叫狄拉克哈，Dirac 哈，Dirac 就说了，那所有的化学问题已经被解决掉了，因为所有的化学问题就是解这个薛定谔方程式解完的话，所有的化学问题就解决了哈。OK，那当时候就做出了一个这个大胆的推论啦。OK，因为电子的行为就被这个薛定谔方程式给决定嘛。OK，那化学的问题就是牵涉到电子的之间的转移啊、分布啊之类的东西哦。所以狄拉克就说，那所有的化学问题都被解决了哈。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在分子或材料系统里面，这个薛定谔方程式呢，其实它非常的不好算呢。那为什么多不好算呢？哎，我们来看下一页啊。OK，好的，这个我们取一个最简单的分子，氢分子啊，氢分子，我们来当做个例子哈。这个氢分子啊，哎，这个氢分子，哎，我来看一下，
这个氢分子啊，我写在旁边好了。这氢分子啊 ，H2 分子啊 ，OK， 它呢就是两个原子核 ，OK。OK， 然后呢，它有两个电子 ，OK，OK， 那这个系统呢，看起来很容易有两个原子核，然后两个电子 ，OK， 那这个系统呢的 Hamiltonian 是什么呢？的 Hamiltonian 是多少呢？我就把它写出来给各位看哦。这首先呢，头两项啊，这两项呢是电子的动能，电子两个电子的动能呢 ，OK，OK， 电子的动能。OK， 电子的动能 ，OK， 因为我刚刚之前有说过了，这个你可以简单想 ，H 就是总能量的运算值哈 ，OK， 所以呢，我们就把看这个系统有多少种的能量，我们把它列出来 ，OK， 这就是这个系统，然后再把它，这个嘛，电子的动能 ，OK。然后呢，这是电子的动能哦。OK， 然后这边有一跟二啦，一跟二就表示说呢，哎，就是电子一号跟电子二号，电子一和电子二的动能。OK， 然后呢，这一项是什么呢 ？OK， 这个是电子一，这是电子一二和原子核 AB， 和原子核 AB 的库仑吸引力哈、哦。OK， 因为这个大家如果学过基础化学知道，这原子核带正电，原子核两个原子核都是带正电的。OK， 那因为电子带负电嘛，所以那个电子跟那个原子核之间呢会有吸引力哈，所以这是电子，所以这里大象的吸引力。OK， 吸引，哎，应该是不是吸引？应该是说交互作用力好了，吸引。因为这是能量、哦、要吸引能量吗？这听起来，这听起来蛮怪的，吸引能量 ，OK， 好，这是第二项啊，你们看一下这个电子这个正电，因为正电荷跟负电荷之间的吸引能量呢，就是用那个库仑就是库仑作用力啦，啊，这个 ZA 跟 ZB 呢，就是这个原子核的电荷啦 ，OK。原子核的电荷的 ZAZB 的 ，OK， 电荷是 ZAZB 哈。然后呢，这个 REA 呢，就是电子一呢跟原子核 A 的之间的距离 ；REB 呢，就是电子一呢跟原子核 B 的距离 ；R2A 就是电子二跟原子核 A 的距离。然后 R2B 呢，就是电子二呢和原子核 B 的距离哈。然后这 ZAZB 就是原子核的电荷是多少 ？OK， 然后一样是库仑交互作用力。然后它这边是负的。这边是负的，因为是吸引力嘛 ，OK。然后呢，这一项是什么呢？这一项呢，就是这个原子核的库仑排斥力啊、哦，原子核之间的排斥力 ，OK， 排斥能量吧。OK， 排斥能量 ，OK， 因为原子核两个都带正电嘛，所以他们会有那个库仑的排斥能量啊，是排斥力还是排斥能量啊？应该是能量，因为 H 的单位是能量、哦、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这个电子电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能量。OK， 最后一项啊，就电子电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能量啊 OK。那其实这一项呢，虽然是这个电子交互作用能量这一项其实占的比例虽然是不大，但是最后你要算准的话，其实这一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最后就是最后你要 DFT 最后要准的话，就是要看这一项弄得好不好 ，OK， 才能达到所谓的化学上要求的这个精准度 ，OK。好，那我们呢先回到我们现在这一页的主题。我刚刚有说过我们。我们这个我们 是要 取一个就跟你解释说呢，什么叫做 Hamiltonian 就是总能量的运算值、哦、OK， 那这总能量运算值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H2 分子里面这个系统里面呢有多少种的能量、哦、OK， 那这个系统的两个原子核跟两个电子、哦、那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但事实上你把它的 Hamiltonian 写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很可怕，才两个原子核跟两个电子的系统，这个 H 写出来就是这么的可怕。
那你可以想一想，那如果再稍微复杂一点的分子呢？比如说稍微复杂一点的分子，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哎，你可应该猜到了吧？比如说，那我一颗米老鼠，一颗水，这个水分子怎么办呢？它有什么三个原子核？它有三十个原子核，然后它有几个电子？它有十个电子。哎，那比如说呢，我一个甲烷呢？那个甲烷怎么办？甲烷有四个原子核。哎，那甲烷有几个电子啊？哎，甲烷好像也十个电子哦。哎呦，我刚好都十个电子。那你想想看啊，如果光是 H2 分子两个原子核跟两个电子的话，这个 H 写出来都这么大一串的话，那你看如果像水分子啊或是甲烷分子啊，就三个原子核十个电子的话，你觉得这个写出来有多少像呢？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呢。OK， 所以说呢，为什么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虽然狄拉克说薛定谔方程式，既然薛定谔方程式已经都知道，那所有的化学问题应该都已经解决了哈。他虽然说这句话，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说，虽然薛定谔方程式写出已经知道，可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薛定谔方程式对于这种多电子的系统来讲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解哦，非常的不好解。那其实甚至对那个材料科学也是一样啊、哦，比如说材料的话，我们前几则影片介绍了，我们建了一个，比如说铜表面哈、哦，铜啊，假设我们铜的表面，我这边还画个例子啊。比如说呢，我们上节课也是铜的表面哈，铜的表面，哎，我这个笔一直没办法拉过来，你不要画这个。比如说呢，我们上一则影片呢，我们前几则影片我们在 Material Studio 我们做了一个铜的表面，那铜的表面呢，大家我稍微简易化一下，它就是铜原子一个一个排在一起啊，哒哒哒哒哒，一个一个排很整齐的排在一起啊 ，OK。哎呀，我在到底在画什么？反正各位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反正材料就是原子之间呢非常整齐的排列啦。那我这边就先稍微这样子画一下就好了。OK。那我这边是给他画一个表面啦、啊、OK， 这表面模型呢，这个稍微大家将就一下 OK。 那我想要讲的例子是说，比如说这个铜这个表面呢、啊，我假设啊，我铜的我只考虑价电子、啊、好了，铜只有一个价电子，好了，我们先连内层电子都不用管了，我们假设呢，铜就一个价电子 valence electron， 就是它电子填到最外面只有一颗价电子哦。那比如说呢，我这边假设这边x 方向这边有，假设这边有十颗原子啊，这边也有十颗原子。OK， 然后这边厚度呢，诶，比如说有六颗原子好了，然后就10×10×6，你看我这样子，我如果就随便做一个表面模型的话，假设 X 方向 Y 方向都有十颗铜原子哦，然后呢，我的 Z 方向就是六颗铜原子，然后这样10×10×6就600个，我就600个电子，600个价电子 ，OK。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呐、啊，这个你光是两个电子的系统就已经写成这样子，那600个电子，那你觉得这个你觉得你这个 H 会长成什么样子呢？就很可怕嘛，对不对？就很可怕嘛。所以说呢，薛定谔方程式对，没错，我们知道薛定多定这个分子或是材料系统，它的薛定谔方程式确实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非常难解哦，非常非常难解。这个就是我这页想要讲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用电脑来解，而且我们可能没办法解出解析解、哦、OK， 我看一下我们下一页是什么，看一下下一页是 OK， 对，下一页就是稍微就是把我刚刚这些东西的讲的东西呢给稍微注解一下 OK， 所以我这一页呢我先稍微给它把我的注记给取消掉了，那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你就再稍微暂停一下吧。OK， 我要把这个批注都清除掉喽。OK， 好，先到下一页。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呢，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最后是 h5 等于 e5、哦、你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清分的这个 h 呢要跟 phi 一起放在一起，然后等于 e5、哦、那这个写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非常复杂的微分方程式、哦、OK， 那更不用说了，如果是我刚我讲你说水分子啊甲烷啊或是一个铜的表面或是铜的块材，你这个学那个方式写出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differential equation， 很难直接把它解出来啊。OK， 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 Hamiltonian 写出来很复杂，我这边还写了一句话说，那我波函数本身也很复杂、哦、OK， 因为这个波函数呢，就必须是那个电子的位置的函数啊。所以假设我们比如说你最简单的氢分子，那氢有两颗电子嘛，有两颗电子嘛，对不对？然后你电子一号的 x 坐标、y 坐标、z 坐标，然后你有第二颗电子的 x 坐标、y 坐标、z �坐标。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有十颗电子的话，那你这一项不是要越写越长吗？然后你有几百颗电子的话，这个起码就是起码就三百多个变数在里面啦。OK， 那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不管是分子或是材料系统 ，H 写出来很复杂，没错。那 Phi 本身呢也很复杂，没错。OK， 所以呢，一开始早期这种量子，关于这种量子化学的计算，或是说那种材料的计算哦，其实都是只能在一个非常小小的系统下面才能完成呢。OK。那也就是说，因为但是如果系统只能算得很小的话，你的就是你能讨论问题的范围就很小了，就是那种几个分子或很小的分子，你才有办法用这种计算探讨问题哈、哦。那稍微大一点就不行哈、哦。OK。但是这个问题呢，到了差不多1960年代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就是密度放函理论了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哈、哦。OK。好，那这个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呢，我就先把这个其实我不希望把那个影片录得太长哈。那我们下一则影片我们再来介绍这个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哈。 OK， 那我们先把这则影片先暂时打住在这边呢，因为不想这样，因为这样再讲下去的话，我发现这一段影片会太长哈，不好哈。好，那这则影片到这边只是先跟各位大家粗浅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在那个计算本在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出来这个理论出来之前要解这个薛定谔方程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 OK， 好，这次影片先暂时到这边啦。 OK， 我们下一趴我们等一下再讲。 OK， 拜拜。